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号游戏。好，我是神奇的哆啦 A 梦。好，我今天给大家拿出我的道具，来吧，我要从我的百宝袋拿出我的道具。我们今天就做个彩虹吧。来吧，先拿出红色一方块，放五格，然后这里也是一样，哎，放下来。OK， 然后再放黄色方块，黄色的方块，然后再蓝色的方块。哎，怎么感觉弄错了？搞错了，再来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今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？这里还是要放黄色的，在下面放上蓝色的。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。OK。色的放在这三格，来再放三格吧，然后这旁边也要放上这个。哎 ，OK， 我们的彩虹快做出来了。然后再用黑色的把边描一下。呀呀呀！来试一下，快点描啊描啊，真慢呀！哎。我太难了，再把这里也给填住吧。再来描，在这里，我觉得有点怪的。What？ 我看一下啊。OK， 我还是先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妈！不会啊，还有啦，前面一点，有没有碰到那个？把这个给挖掉吧，不然没位置。OK， 来，放在这里，神奇的哆啦 A 梦。道具要做出来了，呀咿呀咿呀，呀咿呀嘿，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彩虹。哇哦，不错呀，还是这样的。哦，我还是看看我们的整体吧。啊哈，我就是哆啦 A 梦。我的道具，这就是我第一个道具，噔噔噔噔，彩虹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体验小号游戏。